好多小伙伴和我说呀，让我给他抓个龙王，龙王抓不到，大龙虾我还是能假装给你抓到一只的。那位小伙伴你在不在呢？如果在的情况下，给你老弟假装留下个双击就行啊，假装的，嘿嘿嘿。吃过大龙虾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，别忘记加上我关注来看我直播。宝宝们，这上一个视频啊没有拍完，赶快给他挖出来。哎，我去，完了，跑了。完了，跑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关沙马线我是认真的，这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，外加300年的红酒都没有灌出来了。今天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这椰子，不知道能不能灌出来。觉得灌得出来的老铁扣一，灌不出来的扣二。来了，朋友们。看一下大爷的手速啊，可以吧？这个是带子啊，这个带的肉特别的新鲜，吃起来特别美味啊。昨天108位老铁私信问我说，大海里谁是下药的能手啊？这不今天答案出来了，当然是人见人爱的皮皮虾了。您看这小药下的，你不用手碰它，这一天一夜都不带动，不带吃，不带喝的。见过的扣个一，吃过的扣个二。小红金这天天要也没人给了，这个视频就给一个呗。喜欢大海老铁记得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